妈跟你说。嘿，怎样？明天你第一天上班。嘿。你要勇敢说出自己的想法，懂没？哦。大胆打破规则。啊？嗯。好哦。坚持自己的信念。哦，我知道哦。要比武啊？比我？哎，等一下，倒垃圾。你要勇敢说出自己的想法，大胆打破规则，坚持自己的信念。坚持自己的信念，还是不会自己到哦，是不会自己到哦。喝雪碧最畅快，还有生龙酷玩冰冰，竟然整个夏天哦。哎，你妈叫你跪好了。